同行船。清醒梦在讲的其实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太开心或者是太难过的时候都会觉得哇现在好像梦一样哦，很像梦过，对对，或者是好不想醒来的一个梦，对，或者是想要赶快醒来太痛苦了，但这个是现实，对对，所以有一点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那种情境，嗯哼，然后就是在讲述一个感情多想要好好的把握它，嗯哼，对，很用力很努力的一个感情这样子，嗯哼，清醒梦是在讲这样的故事，嗯，跟感情有相关的，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当你太放下自己的专注在一个人或是一个关系一个事情上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清醒梦的感觉，嗯，不如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到现场听听西西为我们带来这首清醒梦。好的，你我的枕头间爱散不开，你的存在不知觉渗透在每一个角落，我无法察觉梦与现实的循环，你成了一片黑暗皆崩坏，而我顺着你走来，不管结局的好坏，当世界停摆，你的存在我说的爱恋，我们拥有不可言喻的美，越深越深的境界，想要让你了解，我能给你更多安慰，我们会是为了你是否也有感觉，谢谢。Thank you.